韩剧《Voice 生命线》写下 OCN 电视台收视纪录，已决定开拍第二季。最新阵容公开，男主角换成了演员李真玉，搭档原女主角拥有神之听觉的李赫娜，预计今年下半年播出。4月17日，据消息，李真玉与李赫娜方面已确定出演 OCN 电视剧《Voice 2》，再续第一季的冲击。第一季于去年1月份播出，演员们精彩的演技及丰富的剧中内容带来了很高的收视率及话题，期待第二季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